全年福袋的开箱。噔噔，哈哈哈哈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我们要来排福袋，全年福利中心，但是人好像有点多，看一下。算了一下，应该我还在保持前30米以内，希望可以买到福袋。开始了，他们在拿行李箱出来了。其实这个全年这个是很棒啊，你看福袋一个200元，所以它有一次抽奖机会。那福箱一个是1200元，它有6次的抽奖机会。玛莎拉蒂，哇塞，388万。我讲的是这台汽车，它叫做玛莎拉蒂。那每一张每一个福袋上面都会有一个，所以我们买了2个福袋，它有2个号码，那号码不给你看。因为原本我们想要去买全年的那个福箱。蓝色跟红色的两个福箱，但是因为起床比较晚，没有人家这么早起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买到福箱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噔噔，但是这不是我的，我们只是跟人家借的。有2色哎，万国通路的行李箱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拆开。它是长这样，直接整袋，棒哦。那我们刚刚有看了一下福箱的内容，它的东西跟200块的那个福袋是一样的。福箱是福箱，中奖归中奖，好吗？好，不要啰嗦，我们马上来兑奖。真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倒数最后的5秒哦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好的，谢谢全联先生。在的时刻，我们要来抽头奖，市值388万元的 Maserati， 在此呢要特别有请到全联福利中心刘宏真、刘贤礼，再次的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区，帮我们抽出一名幸运得奖者。紧张的时刻，紧张了。抽了，目前大家看到的画面呢，是我们的个位数以及10位数，分别是0、8。